哎，上课喽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六人，哎，嗨，大家好，你好，啊，欢迎大家今晚能够来到童话村，欢迎光临啊，好，那先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表演者好了啦，我们上下半场都是刚好是两组兄弟啊，上半场的话真的是一父一母的兄弟。欸、他叫马鲁瓦、欸啊、马鲁瓦本身是一个台湾族语呢，意思就是好了啦的意思、欸啊、下半场的话他们是就同父同母啦，他们叫林明昭、林明昭是他们两兄弟、取的团名、啊、这个团名就来自于他的爸爸、欸、就是一个爱父的表现、欸好好，那大家等一下，若是有需要去厕所的话，厕所就在这个门走出去，有一个水泥建筑，这个粉红色牌子的是女厕哦，蓝色牌子的是男厕，不要走错哈，才不会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嗯，啊，若是有抽烟的吗？哦，没有，很好。那若是外面的朋友，你有抽烟的话，吼，请记得厕所外面有一个合法的地标物，它上面有写吸烟区。在那边才可以合法抽烟哦，不然会收到那个2000块的罚单，也是蛮贵的啦。所以大家就是记得酌量抽烟，小心肺。很渴的话一样，吧台不会跑掉，它在同一个位置，你要喝多少就喝多少，把我们的库存全部消灭光，没有关系。酒精的话就是有害身心健康嘛，所以我们大家就是一起把酒精喝完，好，可以哈。未成年的不要喝酒哦。好啊，若是大家就是等一下中场休息啊，就是想要在童话村买一些非常特殊的伴手礼啊，在我们草地上有一个木造的玻璃屋啊，那边是我们的铁花好店啊，有很多就是在地的文创商品，还有童话村本身出的文创商品，以及非常多台东在地音乐人的音乐作品嘛、啊。若是你觉得我们刚刚这边有些放的 CD 你们喜欢，哎。可以去好店那边看看，若是有的话，请把它买回家、哦、我们一起促进经济的发展。OK 哦，大家就等一下，就是手机可以拍照，请记得闪光灯要关掉，避免别人的眼睛受伤。还有铃声调成静音，不要吵到旁边的朋友。好，那我就请代表台湾好基金会与铁花村，欢迎各位今晚的来。那我们一起掌声欢迎我们上半场的马鲁瓦。